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十支戏哈，第一章的隐藏的宝物，是那个成就隐藏成就里面，不是隐藏成就啊，是成就那个列的那三条中没有列出来的一些任务。那其中有一关是一之六吧。那一之六你要做的是用慕容玄机，然后打败阿尔泰巴，你就会拿到玄机初见这个东西。那目前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还不知道啊，先跟大家讲一下哦。哦，它是取于十字系幽城的北山绿洲，它是哪里呢？在这里。一之六吧，我记得是一之六，北山绿洲这里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成就这一条，那就是这个，它刚好是跟这个成就是一起的，是雷霆一击，有慕容玄机击败阿尔泰巴，就拿到刚刚那个视频了。OK， 好，再来另外一个隐藏的道具呢，是一之一兰州相会啊，这个东西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哈，那可能有玩家已经发现了啦，只是我是今天才发现的。对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然后这边对话跳过，你不用选剧情的选项。然后在哪里呢？这边看不到，好，没关系，要进入战斗场看得到吧？这边已经成就是做完了，好，就不用重做了。愿尽绵薄之力。那我们选杨云做好了。小事一桩。一定。好，跳过。OK， 然后这里呢，要看什么地方呢？这里弹幕这边好像都没有讲到这些事情，还是我帮他写一下。那这边有一个羊皮卷轴哈，无字风卷，或许另有隐秘。而且他很贼哦，他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在配置对我们的人物的时候，你在扫地图的时候啊，他这边没有出现，你要经过战斗才看得到。我觉得蛮贼的哈。真低贼，然后就这样，羊皮卷轴，但现在可以用来干嘛还不知道，好像可以炼化，可是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炼化。OK， 就这样。拿完之后要打赢战斗哈，然后打完，然后就会得到刚刚那个道具了，然后就这个。一卷古老的羊皮卷轴哈，大家知道羊皮卷轴是干嘛的吗？好了，我觉得他们天天姐手游，他们在这个地方兰州城，是兰州城嘛？对，兰州城，在兰州城的时候放了羊皮卷轴啊，为什么他这样放呢？大家还记得玩过《幽城幻境录》的人，会有一个披着斗篷的一个人，他说他买花了好几千块的钱的银两啊。然后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羊皮卷轴，说可以找到远古的上古圣枪，结果上面什么字都没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好了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你就先拿就对了哈，先拿哈。获得途径，他竟然没有写，这到底？好，一个恶魔气息嘛。好啦，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个就是古伦德要去找他阿努基什么的，什么阿努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圣枪啦。然后古伦德把找到的时候拔下圣枪，就那恶魔都复活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打败他，就拿到圣枪，而且那圣枪还是没有觉醒的圣枪，要再去找亚布斯才会得到完全觉醒的圣枪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再来第一章的第三个宝物呢，隐藏宝物是一之二水晶之殿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个对话要先选对。好，我们看看什么对话。然后这个是宾里的专属道具。没想到石门里面就是这番光景。但是然后所以这边的动画我记得是不能跳过的。瞧着墙壁，楼兰，这么按快一点。风姐姐，这门上的日这齿轮缝隙。然后我们要选到那个
夏侯瑜遇到冰离那句话。这里好像不止如此。冰，一定。这怎么？但是我不确定说你第一次看过的时候已经选对的话，啊、第二次要不要再重选一样？大胆女贼！哼，你的西夏铁卫。哎，那句话是打完之后才有，是不是？好个林雅，这个黄贺兰将军。休得无礼！你没事吧？好奇异的感觉，我该怎么回答他才好？哦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是这边就选的。好，我们这样选，这边要选四你。好，这些人是谁？这鬼里鬼，胆敢者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？再来就是，我记得是冰离不可以被打到，完全不可以被打到。然后不可以让冰离杀死贺兰铁汉，我们要先抢先兵力去打败贺兰铁汉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吧。那怎么打的话，大家就自己想办法，这个不难啊。好，我们直接看结果。这次不会当了吧？今天不要再当了哦。他本来自己因为当过一次，好不容易打赢之后又当了。好，名字。恋香晚安。啊，我好像还记得的一，我用点的好，这是用点的。我也说不出，一定，一定。凤姐姐，可是他忘这，有你在他身边。你注意，冰离。冰，此刻风声鹤，那当然啊，不论你到哪里啊。好，终于成功了。父王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。有吗？有，拿到了冰皇气阔。关键选项是不是要选四你？这个有点不太确定。不过保险起见，大家还是选一下好了。选完四你之后，然后冰离要无伤哦，就是不能被打到了。然后通关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这样了。我是这样做的啦。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幽神幻剑录十字系幽神幻剑录篇第一章可以拿到这三个东西。这三样，然后这个获得途径啊都没有写，术法卢布、雪夫鸿蒙哦，好，金发少年脱口而出是你的那一刻起再次流转哦 ，OK， 所以感觉是要选那个是你的 ，OK， 好，那就是第一章，然后隐藏宝物的这三个啊，介绍给大家啊。